各位好，我是安保言。以前学古琴的人很少的，我是在2002年开始学琴。那时候呢，据说全国学琴的人只有一两万人。这些年古琴发展特别快，可能有好几百万了。假设说啊，全国学琴的人有400万，但是400万也只是14亿中国人的1/1000，这个比例是非常小的。但是呢，每一个中国人他的一生中都经常会接触到古琴，因为古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力的乐器。比如说我们平时啊读历史书看武侠小说都有古琴，看古装的影视剧呢经常有古琴，春节晚会里面都出现过好几次古琴了，甚至我们国家送给外国领导人的国礼也有古琴，而且在生活中有意无意的经常都会听到古琴音乐。所以我觉得啊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一点古琴，只用一两个小时就可以了，领略古琴的历史和文化。那么以后再遇到古琴呢，就能够认识它、欣赏它，啊，而不是说，总觉得古琴深不可测，敬而远之。或者呢，有的人干脆走到另外一个极端，直接说古琴只是普普通通的一种乐器，抬那么高，纯粹装蒜。我认为这两种态度都不可取。领略古琴十五讲是讲给大多数人听的，所以我想呢，第一啊，我要讲的尽量通俗易懂，不用术语。其实每个行业都有术语的嘛，比如说一个 IT 人士跟我说术语啊，说什么 TCP/IP 协议，什么带宽什么的，我也完全听不懂。那么古琴的术语是什么呢？历史上有非常多的古琴文献、诗词歌赋都是文言文，咱们聊古琴不能够上来就说文言文，说这个以童之所生气，托俊乐之崇刚，哇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故意不想让人家听明白吧？啊，所以第一啊，要通俗易懂；第二呢，要知识正确，不要把传说当成事实。比如汉朝人曾经说：“昔伏羲氏之作琴也”，就是说古琴啊，古琴是伏羲氏发明的。那么伏羲呢是上古的圣人，距今多少年没有定论，大概是8000年。所以有人说古琴有8000年的历史了，我们说中华文明才5000年，古琴就8000年，这么说是非常不严谨的。本来呢推广古琴是一番好心，这么说反而让人家觉得这个你们弹古琴的人怎么信口开河呀，啊，对，所以我们不能乱说。第三，要有观点啊，不能只是泛泛的介绍一遍，那人家还不如去百度。所以要说出来一些重要的观点，比如说古筝和古琴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啊，不是表面的区别啊。还有呢，都说古琴是梧桐木做的，原来还有一些很少人知道的秘密。另外啊，通过这个课可以学会真正的欣赏古琴曲，这才算是领略古琴。好，闲言少叙啊，这个就是古琴了。7根弦，它最粗的一根是1弦，2、3、4、5、6、7弦。这儿呢有13个点点，它用来标注音位，叫做徽，安徽的徽。这个徽呢是用螺钿做的，螺钿呢就是海螺、贝壳之类的，所以它是有点光泽的。在月下弹琴可以看到它。古代呢还有用玉、用黄金来做这个徽的。我们把它反过来，这里有两个出音孔，一个长一个短。但是呢不能够就简单的说叫长出音孔、短出音孔，那是不行的。因为古琴是文人喜爱的东西，一定要给它起美好的名字。所以这个叫做龙池，这个叫做凤爪。就是说龙凤在其中游弋，可以发出龙凤的声音。这个琴呢是两块木板合起来的，这个是面板，上面这个它给挖的凹进去，底下这块比较平的呢是底板，它们两个用竹钉钉合，然后外面上了很多次大漆，接缝在侧面啊是看不出来的，所以它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共鸣腔。这里有两个角起支撑的作用，它也是用来绑弦的啊，弦绑在这里，它叫做雁足，就是说大雁的角。
哎，确实是，你看它短短的啊，就像大雁的脚。那请问为啥不叫鸡脚或者是鸭脚呢？鸡脚、鸭脚都是短短的呀。因为中国古人认为啊，这个大雁具有五种德行，他们看到失群的孤雁不去欺负，这个是人啊，他们一夫一妻，死去一个的话，另外一个不会再找配偶，这个是义。大雁迁徙的时候，它依次飞行，排着队，这个是礼。他们还有很巧妙的方法避免被人捉住，这个是智。而且呢，这个大雁它是候鸟嘛，春来秋往，非常可靠，这个是信。那么大雁呢，就是仁义礼智信俱全，所以秦的脚把它命名为雁足。这里七根弦，一头呢，一头就绑在雁足上，然后从这里绕过来，这里有七个钮，是干嘛的呢？它用来调弦的，啊，扭动这个钮就可以调弦的松紧。OK， 那这张琴呢，竖起来就像一个人的形状，有琴头、琴颈，也就是脖子，还有肩膀，这个是腰，怎么摆呢？头朝右边，而且大家注意哈，这个头要超出桌子外面，人坐在这里，它不是十三个徽位吗？我们从这里数啊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要面对四五徽中间，要坐在这个桌子的一侧。如果你看到有人坐在桌子中间弹琴，那个、肯定是错的。我们坐在这里弹琴，右手弹弦，左手按弦，啊，这是弹琴的姿势。啊，接下来我弹一个小曲子《关山月》，配的是李白的诗，说这个将士守卫边关，看到天山上升起明月，照得云海一片苍茫。他思念家乡，这个时候呢，家乡的亲人也看着同一个月亮在思念他，所以听这个曲子，您可以感受到天地的广阔，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也会变成委婉和清冷。谢谢。